了解人性，回归理性，控制本性，增加激情。群魔大帝恶人榜第五榜十大色变。原计划第五榜和第六榜是十大色狼和十大变态，可是后来觉得这色狼虽然多吧，能够让人震惊还有上榜的却没有几个，硬凑一榜的话有点就没啥意思了。然后呢，变态的案子那就太多了，一点都不照外国的差哦。也因为很多变态都是性变态嘛，就跟色狼啊有重叠的部分，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两个榜合并为一个榜，也就是十大色变。不过大部分节目呢还是变态的案例，这够级别的色狼就两个，双桥老流氓也算了进来。在心理学方面给各种变态都是有明确的定义，我挑选的呢都是相对最极端的类型，所有节目主角全是男的，一个女人没有。虽然说女人变态的也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比如说什么恋物癖啊，或者是专门偷东西往后再给他扔了，就这种再或者是有那些超级自恋等等吧。如果说在性变态方面，那女人呢更是少之又少，你更别提有什么狠人了在我能掌握的信息里面只有一个女的，她是喜欢男人的尸体，这是有性变态的问题。不过这个女人太过神秘了，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我没法掌握她更详细的信息。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得到的话呢，看看到时候是否给补充进来。还有一个女的，从小到大她就觉得自己很美，特别美，那美的都不行了，天下第一美。谁要说自己不美，立马跟你急。最终吧，就弄得她的眼睛里面已经容不下任何人了那男的更是都给我一边去死活不会结婚的，天天就在那会儿就照镜子，在镜子里面就看自己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这虽然也是变态吧，但是你看这真是不够什么级别男人不一样，就是各种花花事都有，什么极端的事都能给你做出来。狠一点的呢，比如说七号爷们，他就喜欢拿这个死人骨头玩各种幻想三号里面呢，这小子他是杀了女人之后割下了三个器官，然后把这器官保存起来反复的欣赏。二号就更狠了最大的变态王洪波，他是为猪报仇杀了九个女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些不狠吧然后还奇怪的这种人呢也挺多，例如五号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这个名句里面的故事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呢就是喜欢动物的代表。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我就没有放进来比如说山东有一个小伙他呢就喜欢拔掉自己下体的毛，然后就放嘴里面嚼着，嚼嚼的就给他吃了吞去，每次呢都会有莫名的快感。刚开始吧他就是偷摸的这么做，到后来这胆子越来越大，每天都会当着就亲朋好友的面就这么干。不过最终他是去医院把这病给治好了这真是一种病。其实国内变态的狠案子远远不止咱们这个专辑里面的，有很多一定有不少是没有被披露的，这我也没办法还有的呢就是一些没破的案子，凶手没有抓到，那就没法讲了。你比如说山东省菏泽市从1988年8月到1990年2月期间，有一个变态狂，他就是连续埋伏在女厕所里面作案22起，杀死了5个女的，另外伤残的有19个。你不要以为这伤残就普通伤残，其中有6个女人她们的下体是被割掉的，这个案子至今还没破呢。虽然说你像这个案子吧，它是可以进榜，但是咱不知道他是谁呀也没法知道他变态的成因，只能给他当一个悬案来处理所以呢我就没算他。再说一个又是山东这哥们呢，他叫吕林大38岁，是一个单身的哑巴。1993年的时候他是尾随了一个骑自行车14岁的一个小女孩。
就在一个果园附近，他用自行车啊，把这个女孩自行车冲过去，直接就给撞倒了。然后他就拖着这女孩给她拖进了果园，随后呢，用这个刀子在这女孩的脖子和后背啊，连续就这么乱捅了十刀。完后他是又痛下杀手啊，割下了一个胸部，另一个也差一点给割下来。这还没完呢，接着他又连续摧残这个女孩，直到她奄奄一息。最后呢，用这个手和刀子在果园里面就这么抠出了一个土坑，也不是特别深，但是正好能埋一个人呢，就把这女孩给埋了进去。也没有全埋，只是把就有脑袋留在了上面，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就留一个脑袋还能呼吸，然后他就走了。幸好这个女孩命大嘛，最终被人给救了过来，但是啊，身体方面那已经是重度的残疾啊，心理方面呢也是遭受了巨大的伤害，对不对？虽然说三天之后吕林大就被警方给抓住了，但因为他是个哑巴嘛，只是能简单的这么比划几下，嘎巴嘎巴嘴啊，然后就猜他的动机呢，是他可能是喜欢胸部的意思。因为这民愤特别大，19天之后他就被执行枪决了。为什么没有把他放进来呢？也是因为没有完整的经历，又无法挖掘深处的内容。况且这受害人就一个，你跟别的比起来还是差一些。然后呢，我就给放弃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李白，这里的东西贼好看。总体来说规划这个榜呢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我需要有极大量的案例反复的参考，相当不容易了。这些节目啊，不仅仅是给大家展示各种变态，更主要的是呢，是这些变态的成因。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啊，严格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变态，只不过因为这个变态的程度很轻微就不算变态了。所谓的变态是指在某一个行为方面就是走了极端，最终呢导致心态崩溃不能自拔。那么这些案例的成因他们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能让我们不走到变态这一步啊。我也会尽可能的用自己的理解吧，给大家分享防范与治疗的方法啊。虽然我不是什么专业大咖但有时候呢我的一些土方法还是挺管用的。另一方面这些案子也能告诉很多人，就是你的身边是否有类似的人，最起码你要注意吧，又离他远点。还有就是不要以为这些变态很吓人，你放心吧，再狠的案子你从我这讲出来都会很轻松，不但不吓人，甚至有时候还挺好玩。好了，就说这么多吧，你要是觉得有兴趣就来拿下它。